Leo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在拉线，我想要装油温跟油压的表，然后会放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我现在拉线。这颗引擎还没有跑过长途，明天要去垦丁，我会想要知道机油状况，所以会拉两条线进去看油温跟油压状况。这是你刚组的引擎对啊，昨天去跑高速，因为我都不知道油温跟油压多少，对，所以我们装了一个油压表，就可以知道。放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我们新的排挡杆离方向盘很近，很好打。啊，真的欸。坐吧。好，加油加油。